GB 的一个 gamer 专区，然后我头上呢戴一个钢盔，手上拿手榴弹，然后呢 Scar 呢又拿着一个机关枪。然后其实呢，我们这次要特别介绍的是 GB 它首度呢为 gamers 设计的一个主机版，然后我们听说它有四大特色，然后我们要请 Scar 呢来为我们做一下讲解。好，各位 OCQ 的朋友大家好。那今年呢 GigaByte 很荣幸为我们的 Gamer 推出了 Gaming 系列的主板，那主要有四大特色，我这边就一一来做介绍。那首先第一个，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倡导是 Super Side 的这个功能，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有四个 PCIe 116的插槽，那最多可以支援到 3-way 的 SLI 以及 4-way 的 Crossfire 的功能，那相信可以在这方面带给 Gamer 最好的一个视觉效果。那第二个我们提倡的是这个 Super Hearing 的这个功能，那 Super Hearing 主要是我们这次首次采用那个 Creative 的 Audio Chip， 那以及在这个各位看到这边的黄金的音效电容，这是 Nichicon 的这个特别做的这个音效电容，那它的功能是可以过滤一些声音上面的杂质跟噪音这样子。那第三个特点呢，我们强调的是我们有 Super Speed 的功能，那主要是我们这次全系都采用 B4 的 Lens Chip， 那根据统计，根据我们实际测试的结果，这个 B4 的 Lens Chip 可以提供比一般的那个 Lens Chip 呢高出大概10倍左右的速度，那可以让 Gamer 在游戏的行进中呢可以掌握更高的这个速度，然后一举可以击败他的对手。那第四个特点呢，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有一个 Super Shell， 那各位可以从我们的板上面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这次的造型呢纯粹强调以这个枪战的这种的效果，所以包含这个 Heatsink 跟 Heatpipe 这边我们都用这个弹夹以及弹壳的这个设计，那主要是希望给 Gamer 提供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，在使用 GigaByte Gaming 的这个主板的时候，他会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，是专属我去打造的这个 gaming 的主机板这样子。那也因为这样子特殊的造型呢，我们获得这一次大会 Best Choice 以及 Design 跟 Innovation 的大奖。好，谢谢 Scar， 我枪真的拿得很累了，那谢谢你哦，谢谢你的介绍，谢谢。